中国的山寨真的世界有名。这一次呢，俄罗斯卖苏-35战机给中国，他明明知道中国最想要就是那个向量喷嘴，怎么样可以调整那个关键的技术，俄罗斯就真的绝了，他就故意把那个地方整个给封死。你要学，你要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引擎给彻底毁坏。不过坏了，你根本也学不到啊。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说今天啊，的确就是俄罗斯啊跟中国大陆之间啊，他们的这个战机的销售，其实这二十年来真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啊。怎么说呢？从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买了苏-27SK，然后又获得授权生产歼-11以后呢，那当然中国大陆并没有以生产这个歼-11为满足，然后他们等到把歼-11生产完了，他们把歼-11啊那个内部包括像雷达航电啦、武器配备啦，全部都在地化，也就是国产化，然后变成歼-11B。这件事情让俄罗斯非常的火大，记恨很久、哦哎，非常火大。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就生产了那个我授权给你数量以外的飞机嘛，这在西方这个叫做侵害智慧财产权啦。那但是中国大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认为就是今天呢，我把我自己国产，我今天虽然说气动力外形是用你俄罗斯的这个气动力外形，但我把里面全部改啦，就说那个。也就是说我只是借用你的这个气动力外形，你这个气动外形设计好了我就拿来用了嘛，对不对？那这是中国大陆的想法。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差不多从2000年以后啊，这十几年之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没有完全一架实机啊，就那个就是做好的战机的销售，就完全没有，就卖冷扣缺零件，以及呢还有包括像发动机，俄罗斯一直在卖那个发动机给中国大陆，没有整台卖的意思，没有整台卖，但是他卖了很多的发动机。那当然这一次俄罗斯啊，他们推出了这个苏-35型啊，苏-35基本上来讲，可以说是侧位家族战机的终极改良版。它其实啊，修正的地方相当的多，包括它内部的那个机内空间也全部重新的这个规划跟设置，让它机内啊可以载更多的这个燃油。那另外呢，它当然就是俄罗斯啊，它在这架苏-35战机上放了这个最新的 117S 发动机。那 117S 发动机呢，当然它其实这个飞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它第一，它是有向量喷嘴。第二，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大概增加了15%左右。那你说增加了这个15%，这个发动机的推力，那当然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技术来讲，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那当然，中国大陆买去了，那你说会对它这个技术本身那个没有兴趣吗？那也是不科学的事情。那但是啊，其实我们要讲到仿造发动机的难度。真的可以说是啊，你整个航空工业里面可以说最困难的部分。为什么呢？第一，你说那个像这个发动机，你能够第一那个让它的这个性能能够提升15%的话，首先一定会改到几个地方。第一是热段，发动机有压缩段，就是冷段、燃烧段、热段，还有后面的后燃气段。然后第二啊，就是啊，你如果说要能够增加这个发动机的推力，一定啊就在于上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上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啊叫做燃油电子计算机，也就是燃油控制电脑，就是由这个东西呢控制到整个发动机啊，就是说它的这个燃烧室中的燃油注入的时机点，还有注入的这个分量多少，然后让它这个发动机啊能够在燃烧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第三呢，热段啊其实啊是所有的这个发动机工业里面最难仿制的部分。为什么？热段呢、啊？它其实啊，它我们刚刚讲那个就是所谓的燃烧段。燃烧段它里面这些零件啊，因为它本身都是要靠一个那个工业技术叫做热锻造。什么叫热锻造？它可能把一块合金加热到1000多度，然后呢，在上下、啊、用那个成型的这个两个模具啊去嘎，然后一直上下去锻它，然后等于说把它越压越紧，越压越紧。所以呢，全世界每一个生产发动机的那个厂商呢，都把这个热锻的这个制程啊视为最高机密。包括你看，像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这个联信公司啊合作生产 TF-1042，也就我们大家知道那个 F-124、F-125 那个 FCK-1 金国战机的发动机。对不起，冷锻是我们台湾做，热锻美国人不让你做哦，美国人做好了卖给你，只好拿他的技术。对，就他不连技术都不告诉你，他不卖给你，对，买原成，他不卖，对，成品了，我就只把原件卖给你，我连中间的这个制程我都不让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热锻造你要能够逆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那这次俄罗斯的飞机整台真的卖给他没错吧？对，没错。然后那我跟你讲，
关键在哪里？说中国大陆会对它这个 ECS 的发动机技术啊，你说会没有兴趣吗？我相信也绝对有兴趣吧。对，那另外 A17 发动机啊，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有这个叫向量喷嘴。向量喷嘴，它这个向量喷嘴跟美国的 F22 的向量喷嘴不一样。美国的那个 F22 向量喷嘴，它基本上就两片，然后上下用这样的这个方式。但是你可以看到 F17S 的发动机的这个向量喷嘴，它是一个全向式的，就是你看它这样喷射的时候，它可以向后，然后也可以向下。好，它后面你可以看到它会往下，然后甚至它还可以哈，就是你围绕一个中心，那个就是圆轴的中心，对不对？进行一个那个360度的那个方向调整。你看，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各个方向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是技术。然后你说这个报道上说他们把这个部分焊死了，那焊死了就是更奇怪的部分，因为你要做日常保养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是要打开的。你包括像更换零件然后等等，除非说啊，那个俄罗斯跟大陆之间有签订很特别的这个商业协定。但是整体来讲，你说17S 发动机卖给中国大陆，我也相信俄罗斯啊，它里面有很多一些的地方，它是有进行这种所谓的防资讯或防技术流出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呢，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啊，可能是很重点的这些部位，它可能会跟中国大陆签订一个，你坏了，我们就整个抽换，以模组的方式，整个抽换的方式，你也不要修，你好，我们就整个抽换。然后呢，这个抽换的呢，那个部分呢，这些啊，像包括那个燃油电子计算机来讲，里面都是一些 IC 啊这些什么的，然后你要跟程式有关这些东西。报道里面指出，它原先最原始的这个输出来自于俄罗斯的网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这个军机销售上来说，在上一个世纪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歼11B 跟歼11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对，哎，其实真的是可以用爱恨情仇来形容啊。所以我相信，俄罗斯他们这一次一定有放了很多这种防就是破解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他可能就像以这个飞机来讲，它很多关键零组件，它呢就用这个，比如说包括你换了，就你坏了就换新，我有原厂来帮你维修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那同样像我们刚刚讲到发动机上面这些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控制组件，它可能也用这样的方式，或甚至于呢，它用一个就是它其实你不是不能拆，但你拆了你可能就整个报废了，一定要由我这个俄罗斯原厂技师的协助底下来进行拆哈，或进行维修的话才能进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俄罗斯绝对做得到，但是中国大陆吃不吃这个就是买不买这个单呢？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以俄罗斯的技术来换的方式，俄罗斯控制了这个模组抽换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权利等等之类的，然后让这个发动机能够到中国大陆，然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是觉得，你说中国大陆他今天要能够真的那么顺利的，然后就能够山寨成功俄罗斯过去的 AL31 到现在的 17S 的话，那他们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不会就是说从涡扇十，他们的涡扇十跟涡扇十五一直好像都还是在就是研发中，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像去年珠海航展，他们也展示了最新的他们的这个那个大陆自制发动机，然后装在战斗机上面，但是你可以看到，可能整体的数量上跟生产的速度上来讲，可能还是不及外购来得快，但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这个自觉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热锻造这个部分，对不对？是整个发动机的制程里面最困难的部分。中国大陆的确花了很多的资本，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人力物力投注在这个上面。当然他们会花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现在要去很认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